哎，老板，好喝吗？不好喝，这是苦的。不甜啊？不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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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甜。哎，老板，肉多少钱？你要啥肉啊？要这个里脊肉。五花肉多少钱？五花肉12块钱一斤。里脊呢？里脊13。哎，你给我喝完了。哎，可别扔啊，这能吃。那我也要吃。哎呀，那里面腌肉挺厚的，但是我们今天不要腌肉。这个椰壳炭啊，在小日子那里可是高级美食，说是能吸附身体里的毒素和垃圾。最近吃的啥？正好用来清理清理。我怎么感觉像火车起锅？就是没什么味道。果然啊，健康东西都难吃，不建议吃，太不环保了。